个假的电梯，逃难哦，密室逃脱吗 ？OK， 行きましょう。大家一起逃难，大丈夫です。哇，真的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刚刚在电梯里面发生地震，然后要逃出来的感觉。怎样怎样？哦，日本现在总变这样了。空洞泥，所以是说地震已经发生了。对，现在开始算72小时。哦，这很真实哎，刚刚是模拟一个有点像7级地震的感觉。他说在灾难发生之前，你就要跟你的家人讲好说，如果真的有灾害，我们要去哪里，就是 evacuate， 然后在哪里碰面。灾难发生前就要先讲好，因为灾难发生，大家都很慌，然后可能会走散。所以你要找到最近的避难所，家人先说 OK， 那以后真的有什么事，我们就在这避难所旁边。他说，你要逃难的时候，你先把家里的那个断电才不会着火。然后你贴一个贴纸说我去拿了，就是你要这算聪明，很紧张的时候还要写，还要写一张纸条，至少留个东西啊。现在已经过避难了，12个小时了，地震之后12小时。说有一些避难公园的座椅拔起来，然后下面可以煮饭，好搞笑、喔！假的啦，自己组装哎、欸，自己组装，我靠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他说的太快了，突然两锅菜了，咖喱饭，哎、欸，这很酷哎、欸，我没想过它可以这样用，那、啊、你手要痛啊！哦，好酷哦、喔，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这好聪明哦、喔，我都没想过哎、欸。其实，在避难的时候，没有椅子，没有桌子，没差。没有，就是说，你在避难场所，你自己知道可能住一两个月了，就慢慢去把它盖成一个家园。如果你果断掉，你也可以拿一本比较厚的书或杂志，然后直接帮自己固定。保鲜膜止血啊，是保鲜膜，这我会先晕倒，这是蛮酷的，但希望以后用不到了。不过，以防万一，对啊，就真的发生了，你至少心里有一点。知道要干嘛，所以这个博物馆本身就是个避难所，然后后面就是通信铁塔吧，应该是远远的会看到这一根，所以家人就是走散的话，就说 OK， 就跟着那根走，我们在这里碰面，我觉得不错，它没有浪费这个空间，它是一个公园，大家就在这边滑滑板、yeah. 散步、遛小孩。对，这个避难所，它就把它变成一个博物馆。这次在日本学到了很多，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，要记得跟家人一起审视现在的防震措施。像是准备地震急救包和足够的干粮和水，科普地震发生时的避难方式，跟家人约好疏散后的碰面地点等等。当下大家把这支影片翻出来看，哎、欸，嘟嘟们说什么来着？不要忘记喽！大家好，我们是 The Dudu Man。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看我们的影片，然后喜欢这方面的内容的话，欢迎到我们的频道 The Dudu Man 嘟嘟人看更多的影片。我们主要是做一些挑战、自我提升跟旅游的影片，环绕在跳脱舒适圈的精神上。所以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起跳脱舒适圈的话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才不会错过以后的影片哦。